三界团亲，以宗教信仰理念做基础，用服务大众的精神为宗旨，广东宪法名利馆网络直播，受国际联合师孔圣大技师所策划主播，内容有关心国家、社会、环境、生活，探讨宗教信仰、武术、三义、命谱上的论坛。网络直播现场有宗教、风水、命理、八卦方面的服务，内容有宗教、风水现场的解答，即位倒数命盘现场解说，请报上姓名、性别、生时八字、夜景八卦，请讲出三个数字，要问何事现场解答。现场电话请拍0732144333。欢迎各网站网友、各宫坛庙师、善信大德，吉言批评指教，三界团结。真欢喜，又过来到 YouTube 网络的直播，轻松的心情啊，严肃的态度，对白要主持着今仔日的节目个标题。在 YouTube 网络内底，虽然咱的声量唔是真悬，悬到讲迄个，就是讲用迄个咱一般咧讲，讲用手录的，我无爱安尼，甚至有。好朋友咧讲，啊，你这台较商业，讲无必要，因为即阵商业已经伫即个台湾啊，即个 YouTube 网络内底已经就是实在，咱无必要阁参人安尼行后壁咯，咱行出咱家己的路线，来关心咱的国家，关心咱的社会，关心咱的环境，甲咱的生活。啊，若各位网友内底啊，甲咱江大庙师内底高贤大德。人家讲科技师有许多商业的价值，咱开来讲商业的即个 YouTube 网络是要哪个报告？我无真内行啦，因为即个商业就我甲讲哦，我也是等于是一个饱和点个，因为我无迄、那个，我袂晓做生意啦。安怎讲就是我袂晓做生意啦，简单讲就是。我甲这个老前辈吼 ，YouTube 网络内底这個老前辈讲，我真正讲我做很慢做生意。啊，你若要找我做生意哦，你要家己心里有准备，我会晓讲呢啊。生意的方面，我即阵也搁咧学，实在是真正讲无法度咧，未晓做生意啦。实实在在甲咱讲咧，甲咱讲咧啊，要讲要家己这商店哦，其实我知我个人的命运，我了解也无到迄个达到讲迄个时阵啦，因为减税。做生意嘛，爱呢关心国家，是我目前上重要的出发点个。今仔标题有看，危险的中共伊的武力，即台底有讲到《孙子兵法》，嘛是我研究的一个科目个。欠早讲，咱高贤大德，咱遮个智慧较悬的，遮个所谓网友。各家的强大表示来做来探讨，来关心一下国家，嘛是关心咱的人生呢。啊，无国家就无人生啊呢。啊，无国家，讲讲人生不是假讲的。所以咱今仔来讲，这个中共是危险的军事争霸的战略，来跟咱互相做参考个。了，较进入了咱的本榜。中大庙师内底咧讲元神啊，这个到底元神是会当用科学方面来讲未？用科学甲医学来讲，当然会啊。今日就咧要讲，道教内底、道家内底咧讲元神甲色神啊，这个到底我都用科学来讲无？有啦，咱该用科学的角度来个甲宗教来配合来来讲，这是不是哦？这特地咱思考的问题呢？宗教信仰不是等于讲
坐神灵不就伫个房间内底，伫遐咧出现入病，欲望欲存，伫遐咧飞魂走马咧灵魂出窍，这拢毋是重要，伫科技书拢无较无注重这方面，注重实际的生活，甲实际国家社会甲环境，甲咱的人生的生活个，这个上重要，这若连起来吼，毋免你去求。强上帝啦，强上帝，伊就派子来叫你去做事。我唔敢讲，我阵吼，迄个强上帝点油做记号，我真正是做甲阮厝的人讲，你咧食饱受用，你也唔是咧欠食欠用，啊，你就舞起来，你少年人敢舞无够准，佫来舞过头，啊，无多啊，啊，就是这个命运嘛。所以讲，国家社会关心落去，坐身念佛，嘿，唔是重无重要，重要，但是。你若无国家的顾条，无社会的关心，人心拢计坐心念不伫咧飞云走马，伫遐咧灵魂出窍，迄拢多余的啦，是毋是安尼？来，因为减税，目睭表金卡的所在，来讲危险的中共，伊会对全世界，毋是台湾啊，全世界这个来甲咱做一个报告，这个文章真好咧。这个文章值得咱台湾人去思考哦，这是真重要的，目前上重要的代志。危险的中共军事的霸权的建立，习近平一直强调讲，强军强国必须得爱强军国，强军才会当安定了国家。所以中共的政权面临到国际围剿，中国的经济一直下落个，一直跌落去个，瘟疫。水灾不断，人民的生活真困苦。啊，中共最新提出着军事冒险的战略，是相当的危险个。武器就是咧祸国殃民，会到甲尾啊，到个就自食其果个。这毋是咧开玩笑啦，这中共即马是面临这个问题，这个开头讲，这是相当相当的注重这个问题，一重真重要个。中共的国战一直。一意孤行的军事的竞赛，在最新的政治的局内底学习，习近平一直咧称讲，当当今甲以后就讲，是一个时机，就是国防甲军队现代化，甲关键的时机，就是爱统一思想，兴势而向而上个。来开启着基本实际国防甲军队的。现代化，这全面性就是讲要称霸世界一流的军队个，这点科技书我都我个人的观念个，我的观念唔是伫习近平讲了对唔对？我的观念是台湾目前有三种势力，亲中的甲统派。哎呦，台湾吼，差无啊多，才茫战争啦。台湾都爱呾讲讲，用直接讲的就讲，直接讲过的讲，啊，你得导航就好啊，啊，得个手拔起来，互中共去去管就好。啊，那安尼哦，我甲恁讲的，连科技书的这个，咱一般讲直接来讲 ，YouTube 网络直播都完全拢无啊多做。我搞不了，我都爱关伫新疆内底去啊去啊做科罗呢，你还了解呢？这就是中共危险的所在呀。安尼你听有清楚无？我个人的观念就是讲，这个如果拿中共这个观念来渗透到在台湾遮的，唔在西欧啊遮，未觉醒的遮，这台湾啊进入到危机的所在呢？你也了解呢？中国的经济入去陷入了困境，啊，愈来愈侪人面临着就业、甲生存的难题，中共。继续咧大规模咧军事直径赛个，即无疑就是咧拖即个中国的经济中国到苏联灭亡之路个。即个所有文章都是即句上重要，即句就是道出了习近平的无奈，甲习近平的大家咯。那就讲啊讲，哦，我。有一个网友，一个女性吼，一个小姐咧讲讲，唔捌看网络，出我遮好，遮好大，我是啥物好大无大？你骂习近平，一个骂伊哪咧？我都骂本来就骂啊，够要紧嘞。
台湾是民主社会，啊，无你有才调叫我通牌去大陆个美食，你唔看，常常嘛咧掠来请，掠来考请，是毋是啊？呢，即台湾你大家爱珍惜啊！你看这习近平讲这话，啊，我甲叫伊一句讲哦，八个咯，嘿，你来看，这个意味就是讲中共高层咧甲伊倾着全国之力，要来实现着军国主义一疯狂之路个，这个会当是中共高层咧保护伊个政权，保护伊个人权咧冒险的做法个，完全无考虑到国家民族的利益，更无考虑到老百姓的生活的艰难甲困苦中的生活个。你来看，这个学者讲了真详细、真实在哩。这类的军备竞赛，包括所有经济类内底循环，是中共走向封闭国家的标志个。实际是就是个凋谢，就是北韩的模式，慢慢啊走入北韩的模式个。差不多伫半年前，我一直伫 YouTube 网络内底讲了讲，以中国共产党即马要收国，无人要信哩。讲我拢讲遐，讲遐有谁讲遐无可能代志啊？有可能嘛？无可能。一年前野心勃勃的中国，伊的战略就是伊的有出一个白皮书，伊讲亚太安全形势的总稳定，就是要互中共管啦。即个个跳过，即内底讲的简单就讲啊，恁都拢卖，你拢爱听我的话，啊，就互我中共管就好啊。即个基本上。这个是严重的误判，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这白皮书里面说，共中战的伤就是跟这个战斗伤，就是一直要讲出到这个统一的目标。啊，你来看，啊，这台湾的媒体还不知死活呢。这个战斗伤的方向就统一啊！你若予中共来统一哩台湾，到我台湾这块地，台湾就是爱专门予伊讲，予伊管。今仔日讲予伊管，讲百姓会当来安定生活，我嘛无反对。问题就是讲，你若予伊管吼，啊，真正一批咧将整个的台湾的系统，规个拢毁灭掉又个。一百年来，内底卖讲一百年，七十年内底，才会台湾，才会百姓的生活完全拢毁掉去。你看，会通也袂通，这毋是咧滚球。所以讲，中共伫全世界，伊就是以俄罗斯的方式，要来以前就是甲伊的俄罗斯的这个属于中国共产党，要学俄罗斯，就是讲要侵霸台湾个。这个七月份的当中，美国的航空母舰在南海日进日出，这和中共去抵抗世界，不是因讲的安尼尔尔个。这内底内容有咧讲中共内底来甲美国要称霸，到如今就是美军就是到伊这个门卡口，中共煞目前阁唔敢叮当，这个唔敢叮当了后。就是开始，达到习近平就是咧讲遐，就是讲要改强军强力，要强化着伊个军队，啊，即个骗笑个。即内底内容有讲着即个驱逐舰甲种种，即较属于军事内底即吼，咱该跳过就好个。咱来讲，达到我开头咧讲，古今中外，因为我写啊即练习，因为这是军事专家，咱嘛目标去讲。讲是不懂，今仔讲的我是一个宗教的研究的小学士，来讲到基文顿加基中，甲孙子兵话，真的是伊习近平即马已经走入末路啦。我甲你讲，走入末路了后，就是要用这个手法，要研究到伊中共内底只的孙子兵话讲话不见而。每种战争就是要靠这个边啊的人来不战而屈服之兵，这就是这个问题。基本中家内底嘛，我拢讲过，
我是哪，因为这个文章内底吼，咱该做一个小可的结论。这个真重要，这点就是上重要中，搁再重要个。伊咧讲的这个情形，就是咱一来讲讲《孙子兵法》内底有咧讲讲古今中外，穷兵黩武的野心家，下下场拢真正十分的凄惨个。中共的历史上盛世风权，是专于十分十分的注重这个军事的封闭。啊，譬如讲万里长城啦，这种种，这就是《孙子兵法》来讲。不见于屈人之兵，所以讲哦，直接讲讲，用一句话来讲讲，不见屈人之兵，就是中共的小人咧，小代志咧，小事啦。所以讲，伊中共目前的地理环境，就是讲甲美国无共嘛。美国是一个海洋国家，啊，大陆是一个陆地的国家，啊，你切。刚刚看那美国党咧拍枪，他美国底下咧玩，大家咧大细声。咱唔是讲美国干搞，我嘛无安尼讲，啊嘛无，我嘛无同意。一个国家，一个地球，伫咱道教甲道家的观念来讲，爱和平世界呢。咱即马会当讲台湾是进入。地球村的一员，一个小国家呢？这个当中共今仔的输是输是美国先啦。我唔是讲军事，我嘛袂使讲。输是输在伊本身，中共即阵已经面临着，已经分散，已经走入，到我已经退五十年过。中共即阵达到这个文章内底讲讲，伊要锁国，啊要锁国，就爱甲遐百姓该。好，甲讲啊，偌好听，讲咱中国偌强偌勇啊！啊，就咱较早世界咧，迄个穿一件穿迄个咱的球鞋无？迄塑胶的，讲啊，中国强个，强伫倒去？即摆目前是全世界是国势，即个在地球村，即个就是阿哥，就是美国。咱毋是咧做他人之力来为家己咧，是家己为荣。这事实就是安尼。本来人类是一个动物的世界，等于是受伤嘛。伊要占领着所有未来这个全世界，就是一定有一个将咧，伊出来领导的阵营。啊，你中共一干干，你家己后壁咧火烧厝，搁咧追菜，你一干干，咧差袂咧大细声。我毋是讲袂使，可以。就爱看伫咱讲为地球村所会当平和的世界，唔带咱发展经济。伊这个文章咧讲真详细，中共即阵是经济的问题，唔是政治上的问题呢。中共即阵吼，伊咧一带一路，我该讲是一带一路，就是一个债务。这个中共即嘛是乱糟糟咧，唔是白死就饿死，迄个水灾毒死啊，看阵。嘿啦，咱台湾吼，这政府若要安尼做，咱就直接那个拍枪。咱先爱强国，爱强家啊，这家爱顾好啊。你唔是你即阵，你家己咧后，你后壁咧火烧厝，头前咧暗饮水菜，你一干干，我含计厝边头尾咧大细声，是啥物意思？啊，唔讲你笑啊，无你讲啥？八家龙咧，这你中共实在是八家龙。我可怜咧，我是一个宗教的小研究的人，的学术，我拢看得到，看到这中国这的百姓，甲咱是共血缘，共血缘个。虽然伊甲咱的民族性完全拢无共，但是伫人类以及咱宗教信仰之中，歹人敌人，伫孙子兵法内面嘛爱个求呢，这是科技师无迄个能力而已。我真体质的。中国大陆这的百姓唔甘愿，阿嘛替因作一只作关心、作烦恼、真担忧呢。你若无觉醒吼，但系中国网站咧拍袂醒，啊，甲台湾这通牌媒体啦，咧中国嘛拍袂醒，伊也绝对做走入灭亡的所在个。这是真正是作，大家讲读到足痛咧。这习近平哦，真正害呢。这落去到底会亡国个亡政呢？真敢无？这个真犀利咧！这不是咧开玩笑，这是人熬唔来就天一话，这少年家较听无。你偌熬，天一话撇落，
最近这几天台湾都是福地，安怎讲？这个风台看到台湾这的人是慈悲心，看到台湾人这会有显化到这个咱的宗教的理念。这个风台都闪过，拢伫大陆钱去，搁伫这大陆上海这所在，这嘛是无啥啥。人咧做天是咧看咧，中共习近平你若无落台，你中共绝对会伫大陆真正会灭动咧，你还了解咧？搞不好我看会对袂对，我唔知。但诶，这今日事实，咱咧后代才绝对看会对。全世界这地球村开始已经开始咧蒸馏，就开始一个新的轨迹开始个。这个讲唔是讲我都爱信美国，我嘛无一定爱信美国咧。咱家己台湾啊，气魄该起出来，家己军备、甲咱的经济该做好，互咱台湾百姓大家会当这个环境、甲生活、甲国家、甲这个社会拢会当平顺。这个才是起头啦，要战争唔战争，迄拢奇怪。我无认为讲即阵的世界大战，我无认为安尼啦。我认为即马是统治战甲一个心理战的开始而已。重要点就是伫经济战，这个算上中共。共产党你若无一带一路来介绍的时候，你经济绝对愈来愈惨。即马是今日经济战，并不是炮弹战，迄无重要啦。经济台湾的经济，即阵两江有机会，咱来讲台湾的经济，即阵值得咱一家思考，值得咱一家信任个。结束掉咱今仔日的，会当讲啊，文章的宣读也好啦，啊，新闻的介绍拢可以，我无差，我差的就是讲。时间准则了无实，因为我较搞话哩，啊搞话了搞的，伊个即阵个超过时间，伊个超过，本来是讲十五分，伊个超过，那个那个念十，来结论就是讲台湾家己心防爱过分，即个唔通来反对着国家的军备的即个所以跟美国的结合，这袂使反对，安尼而已啦。就有十三科的介绍，甲今年咱的本房。灵魂学，这个我本房啦。灵魂啊，来讲到，咱较用科学甲医学来讲，啊，到底人原神无？啊，较来讲到风水学，新兴学子已经真忝啊。啊，这个风水学是不是我都给帮助伊？会当明利，也就是讲，伊本身来比咧考试会当成功。即边到时候来较用千百亿来讲命神功，啊，用牛来甲讲即个化解。用十二生肖内底的这个十二生肖要化解掉伊的劫数，甲伊本身的这个运道来甲咱做一个报告。就十三个的介绍来甲咱做一个介绍。显元皇帝就有十三颗。就有十三颗是五千年前显元皇帝所流传的符咒，灵验无比。现今科学医学虽然进步，但依然杂症奇奇怪怪的病真多。譬如因果病、不明病、精神方面的疾病，在科学仪器检查未出来，在医学依然束手无策的时阵，本段有历代祖传显元皇帝就有十三颗所流传的符咒，配合简单的草药来做药引，这是一种精神心理暗示疗法，是政府认可的民俗疗法，甲一般的医疗行为是无同。就有十三颗是本段主神保生大帝有弘玉旨济世救人的方愿。古早人有讲啊，爱神啊，爱人。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讲：真药是医家病，真病是无药医。药若食会着青草两叶，药若食会对甘草两片。就有十三颗是身体坎坷，看病食药阁无效，又阁对科学医学失去信心的众生，最后的寄望。有文明病、因果病。精神病来求保生大帝赐你的符咒甲草药，你都会当出运。
广东县学名理馆，高雄市三民区孝顺街353号，电话0732144433，行动电话0933389753。国际联合师可心技术完成，祝你早日脱离病苦，平安快乐。所出现的节目是 YouTube 网络内底直播，三界传真是广东县学名理馆科心技术所策划主播的。咱这个时间吼，伫 YouTube 网络内底唔是足长的时间，是我那无介久长的时间个。啊，虽然是无偌久主播的时间，但是吼，哇，这好坏吼差足济，无介个嘛足济个。对于我的算攻击，我嘛爱领受呢。啊，要做啊，啊 YouTube 网络要做啊，当然是甲咱骂嘛，无紧。但是你莫去骂着我的士大人，甲骂着我做工，我着三代做工甲你请。你无介，无爱看，你准说。啊，若要看，大家来互相，甚至讲伫 YouTube 网络内底现场，我即摆是开播是，我是主播呢，我是即个是现场转播的呢。大家来讨论也好，电话主持伫遮嘛。你无你起来参我讨论一下，我讲了若无好势，啊讲了若唔对，你会使甲督促，会来甲督促。你莫咧私下讲遐有谁无关，我无咧惊咧。我若咧惊，我今仔袂来。我咧惊，我袂做 YouTube 网络咯。我从古代伫三四十年前的时阵，我就伫经营媒体的时阵，我无即款人，我你用这个甲吓的无效啦，对我来讲无效啦。我甲要做，我无咧惊你。有才调无你？上线来参我讨论也可以啊，我并无甲你反对过，因为减税，所以这两个三界团真来讲到咱我本房，这个较重要啦，这个是我的本房，我的职业啦。来讲灵魂学内底，啥人叫做元神，啥人叫色神？啊，这用较科学的讲话，这个是不是你注意家听，注意家看？这我那值得讲，咱互相去做一个讨论过，这色神。啥做色神，啥做元神，这伫作中大庙寺内底工作侪，啊，我甲讲较无共，来注意大家来互相来探讨个。道家以符咒甲道术内底讲元神甲色神，咱甲科学嘅论说来讲元神之中嘅色神，科学嘅论说中嘅元神之中就讲色神，色神在身体。咱所有的大脑之中是形成一个控制咱生命体的行为的一个意识体，这个用电脑讲的，用这个科学来讲，这就是一个记忆板呐、啊。色神一个知识的意思，这就是咱的电脑来讲记忆板的意思个。啊，记忆板内底你若无记忆，就无成一个电脑的个。所以讲，伊本身生命体的产生，无时不刻，就是在运用这个身体中的，包括就是咱的肌肤，就是咱的皮肤、甲神经、甲感觉器官来接受到天地各种的事物的资讯、甲能量。啊，这有啥？这啥电脑有啥无同？我电脑每一工，你电脑拍开，我开你。直接跟你面对面，伫 YouTube 网络内底，这嘛是等于是色神的叮当。我若无迄个知识，啊无迄个思想，啊，但要喊咪做啥咪讨论？色神就是伫咱元神，就是咱脑内底的电脑主机板个。色神就是记忆体，即、這个咱来讲的一个 CPU 的记忆体内底。啊，色神就是元神，元神就是色神啦。啊，知识。甲伊本来你内底侵占伫你脑内底的记忆，爱用迄个色神，就是知识的神，啊，佮提出来讲，啊，有啥无共？你若讲原神色神，袂当用科学讲，但我虽然不一定，我毋是科学家，毋是即个医学家，我都完全讲啊，即个科学家甲医学家内底讲，但是即个
普媒啊已经是进入到最主要的讲色情甲原型，就是电脑的记忆体。有科学无？我个人感觉，这有一点仔科学的应用个。伫原型甲色情，就是咱生命之中，就是讲引导着咱的生活。在大脑之间来突出着所谓知识甲资讯，甲事物的资讯个大脑来具有了特殊的生物性的资讯的加工的功能。啊，就是讲啊，你目睭看的啊，道教甲佛教咧讲，迄个五蕴，就是讲眼皮色是心意。你每一工所收集、所看到的、所吃到的物件，就是伫这个。大脑储存的空间内底，伊个机制来形成到大脑个思维啊，不断就是讲伫个复制甲演化，即就是新个即个资讯个使大脑内底资讯迅速来膨胀，来增加着大脑内底突出家己本身个知识甲能力，该发挥出来，即就是色神，就是知识之神个意思个。动物毛色神，人类的色神嘛是伫动物内底在所产生的个，所以讲人类的色大脑的机制是比动物伊内底咧讲的只会真强大个强大个，所以因啊做咱个灵长类就是这个情形个，咱就是动物内底之中的领导人物个，就是讲咱人会当来领导着所谓动物。也就是产生的这个本身咱的机制内底，就是脑内底的色神。如果即阵那你脑内底的色神，包括咱即马咧讲的，用一个小结论来讲，安那讲？譬如讲，我再过来强调一点嘛，强调一遍。我一生中的课题就是咧研究这个色神，就是讲咱的植物人的遐。形成的植物人是科学甲医学的判断。我即马在讲，咱的植物人形容，比如讲中风也是去一般讲咱有车祸啊，变作脑有即个机制来产生了变动了后，煞成为植物人。即伫我伫道教的观念就讲，即个是色神，无一点元神，也搁伫个个。有机会吼，跟科学家甲医学家来研究讲。用咱灵魂学的意识甲灵魂迄个浮上来底的看法，看我到这个，我这不一定我是空白人讲空话啦，啊，到底是毋是就无试过，毋知啊。用浮啊法，甲用这个灵魂学的观念看这个植物人，看会佫产生甲伊的思想无？这是我一生的志愿，但是我到即阵有捌试过着。我少年时代有一个囡仔朋友，我那是车祸过，但是伊是毋是完全植物人，伊是无。我爱讲实在话，甲人讲较清楚，伊就是感觉人咧安尼昏昏沌沌、乌白讲话啊，变变变变。伊毋是，伊是已经完成，伊失去意志过，啊讲话，伊就回荡着伊七岁当中迄阵回八年了。我唔捌用过，咱到讲迄植物人，我唔捌试过。迄个咱人讲讲迄因为迄是未来的工课个。即、這个我就是用浮上来底，甲伊个原型甲捕捉，真正醒起来咧。咱袂使讲讲是科学医学有效啦。因厝个人即嘛咧感染我，佮前旧年啊佮他们联络个讲，以前安那多啦讲，我一直甲伊讲，我二十年以前迄阵我较少年，我唔甲伊讲，阿桑，阿桑。你的囡仔刺激，这是爱看科学医学的。这我是补充你，这句话嘛会使讲。我的灵魂学界，我护我法，我的护障，是补充科学医学的不足。我袂使取代科学甲医学，迄是犯规的，哈嘛袂使，啊嘛无可能。任何一种病，任何一种伊失去了关心，科学医学一定爱领先为主个。用咱的灵魂学，用咱的研究科技所去研究这个符咒，看我都用这个灵魂学的方式解，看会当觉醒，互伊苏醒，这个较重要。啊，你再人讲，医学科学拢免信，啊，迄就假啦啦，迄就真正保险大条后边就头壳甲巴来，无迄个代志，科学
医学为领先，无迄个讲护法用护法，佮科学医药拢唔变的，迄是犯规嘛，袂使一个。这就是我咧讲的原神甲色神，就是用电脑内底的机制。你原神、色神、色神受了阻碍，就是用这个原神的方法去看补足，等于就讲用电脑法修理的起来呗。这就是这个原因嘛。这是我小结论。明日馆的介绍了，甲进入咱第二单元的讲，即个夜景内底咧讲风水处体，今仔讲即个星星学处，就是讲咱的厨房内底风水地理要注意的所在，来甲咱做一个报告。来，明日馆的介绍。命主有安尼讲，一命二运个三风水，是爱读册五作用。有个人一生免谈有通好食，富贵幸福，家内又个圆满快乐。有个人一生车拼到底，依然庸庸碌碌，负债累累。夫妻过来失和，搁拖火结缘，身体坎坷看病，食药搁无效，徛在风水处退了钱，吵吵闹闹。厝内囡仔是细放荡，唔听话，官司连连，苦不堪言。这是公妈出问题，也是冤亲债主咧纠缠。徛在风水处体有无形的磁场咧干扰，有一款困扰，请你到广东显赫名理馆国际联合师开心技术有历代祖传太上老君的七十二道的灵符，来解决你多年来的困扰。来鉴定你的处体风水，改变主体的磁场，家内就会当平安顺时。来拜一个紫微斗数，了解你的运势气势；卜一个卦，了解你的事业、财运、婚姻、身体。要改名，要好名，要改运、保运、修家祭煞。高雄市三民区孝顺街353号，电话0732144433，行动电话0933389753，广东显赫名理馆国际联合师开心技师，愿神祝你家体平安顺遂，身体健康，事业成功，太上感应，平安现在。这个瓦鲁族吼，听了到地安尼，脚一定要起来哩。可其实我少年时代，我那这个舞曲加这个歌唱，我足介意。啊，即摆因为年岁侪啊，较无阿多讲。啊，这个就是礼敬三千，因为咱 YouTube 网络内底的这个版权的问题，无阿多用道教加佛教的音乐，啊，咱改用这瓦鲁族，这四分之三足好的呢。啊，佮听得够足舒服的哩！来，因为减税，风水处体不离开夜景。我今仔讲嘛是，所有头前佮讲后壁讲，拢爱绝对拢是夜景内底个。咱今仔讲风水处体，咱一般学星星学处，啊，即、這个房间内底个即个的书房佮书桌佮书柜内底，咱佮咱做一个互相个探讨。来讲这个风水处体个，所以这两个节目是 YouTube 网络内底直播三届团真科技师所策划主持。可啊，印证就是讲，咱一般咧讲，这个厨房的风水如何，什么厨房风水内底应用到恁新生学子这子孙的这个行业呢？这要相当的注意吼，这安那是这个时代人小可去个注重这个问题。书房的暗道内底的物件是愈少愈好，但是也袂使拢空空哩。即、這个内底新生学子来讲，咧书桌内底即个物品吼，尽量较减少，但是伫有一定有吉，迄个咱的吉祥物甲即个会当来摆一寡，小可看盆栽即拢真好咧。正手搭倒手内底，就是讲伫
倒手柄的物件，甲架手柄的物件，尽量较靠一个平衡一个，卖讲伊啊伤侪，这边啊伤侪，那边都伤少，这个好一个平衡点。咱的卧室这个房间内底厨房吼，厨房尽量就是讲爱有一个防身的这个作用。个老人的卧室吼，今仔我讲到老人的卧室，甲厨房的门尽量挂一个竹啊帘。会当防止，就是咱一般的老人，若不知不觉伫咧困的当中的风寒来侵身来有感冒着个，即种的季节，春夏秋冬拢要去注意。相对了，有真侪人贪着即个凉的物件，毋是凉的物件都袂使食呢，又是囡仔甲老大人，老人伊即个情形就是讲。尽量即个刺激的物件，甲即个冷来的物件，尽量卖。按讲到遮吼，科技师无个教话几句话，佫袂使。即种我少年时代共看风水处体内底的即个观念，啊，即文章拢已经要二三十年啊，佫我是佮整理出来，因为减税，你讲到安那讲，即、這个老人的厨房甲囡仔的。册租书房内底，这个重点嘛，唔是完全是符合甲这个风水的问题。差不多三十年前，我真当少年的时阵，我的厝边有一个和尚，这少年时代就足照顾阮家，有就是这个情形。按后生，参我是差不多同辈，来求阮老爸讲，哎，就来去看风水出者。阮老爸讲，啊，你去遐看嘛，甲恁阿爸看嘛，个。我入去看风水处地拢 OK 呢，问题就是这个和尚这个阿伯吼，一干干都爱食迄凉的物件，三四十年前的冰箱吼，揭开就啉啊食，煞变作伊的伤过辛苦，伤过冷，煞变作敢若讲会伤风感冒。啊，伊少年家因后生唔知影这个，就是咱医学上伊较无了解，一定讲这个因这个阿。白吼，那要困的当中，拢会当啊念一大堆代志，是中邪。我就去看，讲无咧，即个敢若无阴的物件入面，有就爱讲有，无就爱讲无。我袂使学袂讲，我讲我阿伯啊，你是安尼？伊讲啊，你要你迄个某某啊，迄个医生嘛，你来安尼，吼嘿呢？阿伯啊，过来你看一下，伊讲好啊，来冰箱伊开个迄个绿豆汤来起哦，阿起哦，迄个医生嘛啉。我讲阿伯，阿你唔做阿啉绿豆汤，讲啊，我无啉足艰苦，我无啉困袂去，啊，我才正爱自觉，因为医学科学咱来了解。我甲后生讲大哥，恁阿伯吼，是毋是一刚刚要困的时阵会食凉的？我讲伊是虚火上升，就是伊的胃内底，伊的就是咱讲迄个胃黏膜内底，伊本身伤过热，啊，所以讲爱食凉的物件，爱再凉的去破坏着伊的神经系统，暗时会乱。一查吼，你甲阿伯讲，即个啉烧的看卖啊，伊阁无解，你个逼伊都爱啉烧的，唔通去啉凉的才济。即个就是即个情形啊，唔是讲伊咧查咧乱，你就当作伊是中风中邪，这嘛不一定爱看，这就爱请专家看。我唔是讲叫你来请我科技师讲，我无即个意思。你认可的医生，认可的先生甲。即、这个风水学家、风水家，即、这个老师加即个师傅啊，你甲请甲看卖啊，即、这个较重要。我咧讲是我的经验谈讲你听。囡仔啊，加即个所以讲小孩子加即老人，冷的物件尽量卖啉过，啉到到底影响到伊的思考行为。即、这个阿伯，我等于甲劝讲阿伯啊，即、这个八字吼，这是我甲劝的。你八年无啉凉个，你啉了凉个，你个身体吼，加你个寿命会减少。伊讲啊，伊是卖敢有影？我太无影。阿伯，我敢袂甲你讲白贼。我你做囡仔甲看我即阵，我敢有讲空话，讲安尼爱听你个话。一句话啊来讲，叫毋通啉凉个啊。咱就维权，咱就是讲阮祖代拢三代个，大家个感情。我甲讲伊要听阿伯，你毋通阁啉凉个啊？啉我较来啉。插伊做伙啉茶好唔好？咱个啉烧好袂？讲好啊！你要来，我做伙都请你袂当来。讲无啦，我都较无用。啊，个安顿甲安定伊个精神好起来，个都不药而愈到，就讲无食药啊，就 OK 起来个。我唔是讲胡阿发有搞，我唔是安尼讲。
诀窍。这个风水要来得讲了，这安那是我说来得跟这个拢相当有关的呀、啊。啊，咱今日话搞歪几句，啊，这无讲阁未使啊，无讲，咱一讲讲，咱念遐文章，啊，要念遐文章，你家己去看文章内底有看。我唔相信我科技书写的这个整理这个文章世界所有这个社会，甲所有网络内底拢无，我无相信安尼呢。有这。YouTube 网络直播有足侪人解我讲遮个经验谈，啊有诶嘛无解，啊无解，加减啊讲一点嘛，无讲嘛袂使啊。那风水主题该做一个小结论吼。伊即个老人家，因为本身就是较会感冒，就是佫袂使用。啊，即内底有代表颜色，咱该做一个简单吼。顺卦，顺卦内底是蓝色诶方面，即。伊蓝色的就是一般来讲啊，讲如果你的厝房间内底，如果那一般来讲讲蓝色的啊较少用到，尽量因为伊是阴沉的这个颜色，所以讲会造成了人的较会刺激到一些脑神经会较紧张，所以讲伊一般来讲就是讲适合到这个较冷、较简单的颜色，蓝色的尽量较卖用嘞。这个在科学上讲的讲，因为本身就是以蓝色的，是蓝色的忧郁。蓝色是忧郁，你用蓝色伤过深蓝的当中，我无讲什么党派，我无，会人会感觉真忧郁感觉。这嘛要讲起来嘛，有一个挣扎。以前我有讲安那改变到这个风水学内底，这个蓝色要相当的注意过。尽量较莫用深蓝的、浅蓝的，绿色上好。绿色对咱那较无刺激。那等甲咱讲的，咱以后再来讲。蓝色对风水处体的看法，阁就有十三科的介绍，我整理一下资料，再来讲到这个紫微斗数的论坛阁。天元黄帝就有十三科，就有十三科是五千年前天元黄帝所流传的符咒，灵验无比。现今科学医学虽然进步，但依然杂症奇奇怪怪的病真多。譬如因果病、文明病、精神方面的疾病，在科学仪器检查未出来，在医学依然束手无策的时阵。本段有历代祖传显元黄帝足有十三科所流传的符咒，配合简单的草药来做药引，这是一种精神心理暗示疗法，是政府认可的民俗疗法，甲一般的医疗行为是不同。足有十三科是本段主神保生大帝有防疫治济世救人的方案。古早有讲啊，爱神啊，爱人。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讲，真药是医家病，真病是无药医。药若食会着，青草两叶；药若食会对，甘草两片。就有十三科是身体坎坷，看病食药阁无效，又阁对科学医学失去信心的众生，最后的寄望。有病不能病，因果病、精神病，来求保生大帝赐你的符咒甲草药，你就会当出运。广东显赫名利馆，高雄市三民区孝顺街353号，电话0732144333，行动电话0933389753。国际的老师可以心技术完成，祝你早日脱离病苦，平安快。来，赶紧哦！时间较短暂，啊，咱来讲这个紫微斗数的命盘内底的生命宫。今仔介绍的生命宫内底，伊的星的星象，甲伊本身重要，甲伊的本身星内底甲对人的人生的这个重要点，这个趋势伫啥物所在来甲咱做一个报告？紫微斗数。紫微斗数伊伫即个生命的数，
一生的命数里面的初步的分析来给我们做一个报告过。一生的命数，这就是一生的命运的总趋势，一生富贵贫贱的趋势这范围。一生的命数分析，就是立体多层多层次的分析的方法。首先就要是命宫里面，它是核心内部的因素，看本宫里面的青情的旺和衰和吉凶，它确定到内部的力量的强弱的程度，然后跟它命神宫命宫里面的三方四正和左手边左手边的人宫，它里面外部的这个条件，外部的条件，看三方四正和左右宫和人宫里面的青座里面的衰旺吉凶的情形，以及命宫里面是不是组合到吉凶的格局，它确定了外部的力量的强弱。最后来根据到命宫里面的青的格甲伊个数来进行着转盘个评论，即简单讲起来，就讲命宫就是咱人个个性甲所有个综合。等于是命宫就是伊本身70%就是以命宫为主个。三方四正内底讲起来是人际关系，就是咱个迁移宫来最对角，即个也真重要。所以讲，三方四正在紫微斗数内底，你个十二星座内底嘛是同款个，就是伊个三方四正，这就是用罗经八卦来讲，这元的意思，伊造就着本人咱本身的一个命运个。所以讲，伊十二星座内底讲的，还佫欠缺着紫微斗数内底讲的。有紫微斗数内底讲讲，伊命神宫来核心，就是一生的初步的。这个分析来给我做一个今天的小结论，它里面内部来讲的就是紫微斗数里面讲的，说它的命宫里面，我们用科学和现代的语言来给我们做一个解释，可以说出它命宫的核心技能，就是一生的命数的初步的分析。命宫就是犹如我们人的头壳和分别甲灵魂的意思，甲骨架是命运的核心，是先天的基础，天赋的能力甲伊官贵甲福气拢有关的个。伊好歹是一人人生中的命运，主管着一生的运，这个贵气甲成就，尤其是少年时甲中年的当中的富贵的40岁内底。这种相当相当有伊个重要点个，这命宫的强弱就是甲富贵有关联滴个，所以讲命宫的强弱包括到内在甲外在因素来造就着人的一生个。先天的命运，后壁有讲，咱今仔讲袂透个，一句即个台语的。这个台语歌里面在讲说，三分是天注定，7分要靠打拼。我个人无认为讲紫微斗数是定命论，绝对不是定命论。对我个人的意思，我个人的命运嘛是安尼，我无屈服着命运。我有好命无？我无好命，真做囡仔到即阵，母三个家台过三个家的原则，这不是我家己讲的，这是厝边头尾拢有讲。我有好命，我无好命。我有坚强无？我绝对坚强。我的心命讲足歹，看我姊妹多少，大家都害头讲哦，这个人真正是命是足歹。但是我运足好，运就是三方四正内底，我有慈悲心啊，我无乌白做，我尽量把我所捌的，尽量把所我都弥补的力量去讲的准，这就是命运。命运的造就不是在命宫，命宫是绝对，但是是相对，不是绝对的。这是咱紫微斗数的论坛个，信命就无命通算啊，绝对唔通相信
命要歹都同拢唔免做，也无迄个代志啦。命歹嘛是爱靠家己来造就呢。简单一个命理馆的介绍了后，进入咱八卦的服务，八卦内底的观念要甲咱做一个报告，命理馆的介绍。命主有甲你讲，一命二运五三风水，是爱读册五作用。有个人一生免谈有通好食，富贵幸福，家内又搁万万快乐。有个人一生车拼到底，依然庸庸碌碌，负债累累，夫妻搁来失和，搁拖火结缘，身体坎坷看病，食药搁无效，徛在风水处退了钱，吵吵闹闹。厝内囡仔是细放荡，唔听话，官司连连，苦不堪言。这是公妈出问题，也是冤亲债主咧求钱。徛下风水处体有无形的磁场咧干扰，有一款困扰，请你到广东显赫命理馆国际联合师开心技师，有历代祖传太上老君的七十二道的灵符，来解决你多年来的困扰。来鉴定你的主体风水，改变主体的磁场，家内就会当平安顺时。来拜一个紫微斗数，了解你的运势气势；卜一个卦，了解你的事业、财运、婚姻、身体。要改名，要号名，要改运、保运、收件、借煞。广西三民区孝顺街353号，电话0732144433，行动电话0933389753，广东显赫命理馆国际联合师开心技师，愿神祝你家庭平安顺遂，身体健康，事业成功，太上感应，平安现在。做网络直播嘛，有一个形体呢。啊，这就是《易经》六爻内底这个六爻个阴阳的变化，来呼请到咱八卦祖师，就是伏羲氏。咱网络直播内底有咧讲这个江大庙师内底八卦祖师，就是伏羲氏。来甲这个咱少年家哦，这个外来族群内底少年家来甲伊做一个报告。因为减税，咱今仔最后的单元就咧讲这个。十二生肖、十二个动物之间存在的性格的现状，个来用一个卦爻内底的卦单内底来个分析到这个咱十二生肖内底动物，伊所有伊的造就，甲伊甲八方面内底有啥物意义个，来个咱做一个报告。十二生肖内底的性格的现状。啊，都有咧来介绍一个，讲啊，一个男子哦，查甫伊咱这个先生要来测到伊生辰的问题。哎，当时已经得的是地水师，啊，变作了一个鬼面哥，啊，鬼面卦的已经到最后的卦了。伊的判断就是啊，要讲伊的本身，一般来讲，讲啊，伊的本身要生辰哦，当然得爱看伊的用神，就是伊本身的用神，啊，以官鬼为用神。啊！人讲官鬼看了，官鬼就无啦。爱着要做升迁的，直接看官鬼个。伊会不得的日神来升福，卦中又阁有子孙发动来克。所以讲，伊神的衰亡来讲，就讲伊要升迁升官是难的，有难个。书，这个地理书的，这个地水书，就是这书，就是以军队出战的意思。子孙就是伊本身伊官，这个官兵的意思。这个就是讲伊升迁无望，但是用十二生肖来底的马来化解。化解的方法就是讲五火加强着官鬼的地支，用神来发动回头星，单单以一个变爻来底入克。官鬼生不生福，世爻内底生福，伊官鬼用神。嘿，你来看，
伊古代七个祖师真正是厉害，伊知影讲伊本身来研究，就是讲伊七个先生，伊要讲的讲要升迁，哎，这是军人要升迁，啊，就用一只马啊，啊马啊，什么色，咱就照这个卦爻内底讲的这个，就是讲伊配合伊色甲伊的原型，咱有讲的原原型要给补充过。这只马啊，伊就是讲伊本身用这个咱的动物甲迄个灰啊做的，啊茶做的，这马啊藏伫伊的办公厅内底。伊的马头是向外，袂使向内。向内是等于就是升迁的问题。向内就是等于是升迁要会稳定，就是讲伊无要刷这个别个单位，就是向内。向外就是爱去别个单位的当中，这只马啊会当讲出马。斑马的意思，当时这个卦哦内底用这个马啊，用瓷砖做的马啊，啊，给藏伫伊本身，伊的主管的，伊本身的主管，伊小主管的这个位，这个伊的刀啊，啊，给向外出去，真正是成功过。等于是讲，卦爻指定讲，伊就会失败，就一定失败了。啊，你做易事的人，你做八卦的人，都爱给。帮助爱个赞助啊，爱当赞助就是用符咒，用这个动物十二生肖内底个补足伊个原型个，结果成功。即阵啊是真正真好个朋友，拢有来常常咧来过年过节拢来咧相吹，真好滴个。即就是咱做 YouTube 网络会甲咱传播着咱本身武术甲宗教信仰，尤其是来讲一寡政治，即种真好来关心着咱个人生。因为减税，因为时间也到啊。来简单一个小仪式来祝咱事业成功，家庭平安。感恩公主，谢谢罗兰，再会。阿里阿多，各位大家，多谢罗兰哈，再会。